哇，新招！他这个大飞我没见过。伤害低了很多，他这个。有点过界生的意思啊。搞定。不给我药折磨我是吧？叶将军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。去南狗。不要怕，叶将军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你在这里藏好。坏人啊，坏人，听话，不要像叶将军一样打坏人。小孩也杀。将军肯定快到了，过会儿就安全了。
这行商叽里呱啦讲啥呢，就被杀了。叶将军，此处风云腿绝，无法使用能力。侠种，凶险之地会留下前辈的侠种，会在这里治疗。是叶将军，叶将军，快救救我们！契丹人杀过来了。哦，这是之前 PV 演示的那个，像鬼形步的那个家伙。一把斩马刀，一把这个大刀。这是叶将军吗？只是要像你们他好帅叶一样东西。喜欢用这个大关刀打，而且每次都是两刀。截住了啊！再见。喝个药。困难难度是没有那个 QTE 堵的。我知道他有后面两刀，但是这是按不出来。木叶，接住了。看哪儿？二阶段的处决全都是这个上身直接扎的。又有泄力了。
这是什么？烟云十六升的 BOSS 战确实做得不错，他的 BOSS 战做的还是有那种3A 游戏的味道。一声钟鸣，此处开始破碎。